谁说我没手就不能穿鞋啦？震惊，人家双手进步夜黑。你到底是怎么把手卡进去的呀？我就是想把里面这个茶叶抠出来，就是。要危险的想法哈，那你吧，去找医生嘛。那你打车，我手机没钱了，用你的。想偷看我手机，没门儿！你手都没了，怎么穿鞋啊？没有手怎么不能穿鞋了呀？四开七闪，先了解一下。有了它，我早上都能多睡一分钟。硬是要踩点上班是吧？不光是踩点上班，遛狗啊、健身、穿鞋呀、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，而且完全不会闷汗磨脚。逛久了也不会觉得脚累。哇，挺不错的，我也买双让跑腿给我送过来。你说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挂什么科呀？我这应该挂脑科吧。这俩好了，谢谢医生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两只手都卡杯子里的，你怎么弄的？就是他，我本来只有一只手卡进去的，然后他非要让我给他示范一下，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又卡进去了。